透视已经解锁密码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禅宗说卦》的实地解剖。在开始今天的节目进程，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，冷静中的智慧。很久以前有一个少年人，他想要做牧师，但是在这个王国里面，想要做牧师的人除了要通过考试，也要在百姓的面头前公开演讲，证明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才才能进。少年人提早半个月来到举办考试的城市，为着要好好准备伊的演讲，少年人就住伫一间旅馆内面。自从伊甲演讲要用的稿写好了后，伊每一天拢会徛伫房间的窗仔边，将下面的来来去去的人当作是伊的观众，练习演讲。演讲的迄一天，伊非常有自信，伊认为家己已经准备甲真周全啊。所以就坐在台下上细听别人的演讲，因为下一个就轮到少年人了，所以先走去后台做准备。慢慢没想到现在在台下上演讲的人，他说的内容跟少年人下一个一模一样。少年人详细一看，发现那个人就住在他隔壁。少年人在那想，可能是他站在窗仔边在练习的时阵，让对方听到，佮加上对方摆伫伊的头前的演讲，所以就偷伊的演讲稿。这个时阵，少年人的内心又佮气愤，又佮惊吓。伊伫心肝内一直在安慰家己，叫家己一定爱冷静落来。忽然间，少年人灵机一动，伊想到一个好办法啦。轮到伊的时阵，伊自在走到台下顶，然后用足温和又搁坚定的口气开始伊的演讲。无偌久，伊的演讲结束，得到真侪观众的掌声，嘛顺利通过考试。原来少年人一开嘴就讲，要成为一个牧师，不但要有耐心，愿意听别人讲话，嘛爱有真好的记忆力。我现在就跟大家展示这点，我要重复头一个伊的演讲，然后少年人将伊精心准备的内容全部拢讲出来，甚至也讲甲比前面迄个人搁较精彩，所以大家一直拢替伊鼓掌而乐伊。有人捌讲过，如果你碰到代志的时阵，会当保持冷静，卖生气，你就是赢家。人生在世，无可能事事拢一帆风顺。有的人一碰到无如意的状况，就会压杂不安，甚至也会对所有的人发脾气，讲歹听话。事实上，生气一点仔帮助都拢总无，反倒倒来也有可能会将原本就已经真无理想的状况变甲搁较坏。所以当着代志的时阵，保持冷静是人生上重要的课题。面对各种无同款的挑战甲难关，控制好家己的脾气，安尼才会上心一个上心。第一，先准备三个古董钱，也是一般的银家家。图案那边代表阳，文字那边代表阴。先调整家己的呼吸，让家己保持在一个平静的状态，然后将钱放在双手的手中心，在心中默念今日的月令日期，然后拜请拜请伏羲、文王甲周公，只是你想要占问的代志会吉凶好歹。刷下来摇动手中的钱，将钱轻轻弹到桌顶，由下往上记录你拨出来的人的阴阳。当你清洗完内卦，也就是下卦的三个爻以后，爱搁再默念一摆你想要占问的代志，继续拨出三个爻，完成外卦，也就是上卦的三个爻。
补充说明，月令日期相当的重要，因为伊会当帮助咱判断吉凶，所以请大家爱家己去查万年历，也是农民历。举例说明，国历111年3月18日，伊的月令日期就是壬寅年癸卯月己午日。第三，确定好日期。接下来就要将空蒙的部分找出来。日期是由10天干加12地支组成的，两个一组配对，一定有两个地支无配到天干，这两个地支就是空蒙。比如讲，卜卦东江是己午日，咱将天干加地支拢配合了后，会发现损甲亥两个地支无对应的天干，所以是空蒙失亥。第四，咱咧记录爻的阴阳的时阵，爱个字以少的为主。譬如讲，三个字当中是一阳两阴，也就是一度两仪，咱就爱记作少阳。如果判出来结果是一阴两阳，也就是一阴两度的话，就要记作少阴。如果三个字的结果都是同样的，就要特别做记号，因为这代表有变卦。三个字都是阴，就是老阴，都是度，就是老阳。在变卦以后，老阳的部分会变成少阴，老阴的部分会变成少阳。在装六亲之前，咱爱先学会向装地基。装地基的原则真简单，就是阳卦装阳地基，阴卦装阴地基。阳卦为乾、震、坎、震；阴卦是坤、兑、离、巽。阳地基为子、寅、辰、午、申、戌；阴地基为丑、卯、子、未、酉、亥。有一点要特别注意，在装阳地基的时阵，要对顺时针的方向，因为子是乾阳之数，所以要照着子、寅、辰、午、申、戌这款的顺序来装。但是在装阴地基的时阵，因为米是坤阴之数，所以爱对历时针的方向照着米、子、卯、丑、亥、酉的顺序来装。对初爻开始，顺序由下往上，每一个爻位分别代表的地支如下图。还记得咱有讲过，十二地支拢有各自代表的五行，对右下角顺时针来看，亥子为水，寅卯为木，子午为火，申酉为金，其他的丑、辰、未、戌拢是土。不如84000个法门来对治众生的烦恼，就好亲像一支卦，会当有非常侪面向来解说众生的问题。生活当中会出现一道又过一道的阻碍，会让咱以为家己输了生活，其实咱只不过是输哦迄个着急、惊吓、甲忧愁的家己尔。人生中处处拢是选择，快乐的过嘛是一天，痛苦的过嘛同款是一天。所以当咱遇到问题的时阵，绝对唔通逃避。应该要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，想办法来改变对咱不利的局面，才是正道。今仔日，咱就要用各种无同款的主题来甲大家介绍一挂实际上发生过案例，看是要如何透过易经八卦推算出问题答案，以及如何将咱捌学过的解卦技巧实际运用伫生活当中。这句话是出生要问应征者的状况，
根据我上个显示，蔡生原本通知录取的迄个人，未去因公司上班啊。包括的日期是甲五年甲四月平生日，孔孟是主调。蔡生播着的歌是《泽丰大歌》。蔡生是一间设计公司的老板，虽然伊的公司拄啊创立无偌久，而且规模嘛无大，但是这几年伊做出袂歹的成绩。最近因为业务量增加的关系，伊决定要找两个新人来斗三工。到履历表来的人真多，每一张履历表蔡生拢有看过。伊看完了后，就会将适合的人选拣出来，然后才交行政去通知对方来面试。连续面试三天，蔡生拢无看到满意的员工人选。不是设计理念甲公司无合，就是要求伤过多。前几天啊，有一个拄啊毕业的少年人来应征，初生第一眼看到伊，就感觉伊袂歹。确实伫个面试的过程中，伊会当感受到这个少年人的用心，所有的问题伊拢会当回答。加上少年人的作品集嘛，非常吸引初生，这不容易，总算是让他当到适合的人选了。结束面试的时候，蔡生马上就问他敢有愿意留下来上班。少年人虽然惊一跳，但是马上就反应过来，跟蔡生说他这两天要安排三个面试，如果蔡生如果没挂他的话，敢会当等他面试完后礼拜才给他回复。因为这几天啊，蔡生也有约人要来面试，而且伊嘛无着急，所以就答应对方啊。结果这两天面试的人内面无一个甲迄个少年人同一款，予伊遐那满意的，因此蔡生只系想要透过报告来知影，这个应征者最后敢会来上班。问应征者的状况，用心看应后，应后用心抽图的车载，虽然有日月来师傅，但是用心的车载不但防空梦，而且也日子心头的梦。在十二中星里面，五行的水会入去心梦，但是心除了是水梦以外，也是土梦。在这跟大家补充一点，抽和味会当入神梦甲宿梦，但是抽味之间未当互相入对方的梦，而且神宿之间不但未当互相入梦，神甲宿嘛未入抽甲味的梦。应后用神抽图的车载空梦，再后不止入月亮宿土的梦，嘛入日子神土的梦。加上应后是静后，所以是晴空的状况。安尼挂上就代表这个应征者未来上班啊，初生唔免有伤大的期待。总结来讲，应后抽图的车载，防空梦又搁入神梦甲宿梦，是真空的经营。加上应后的车载会吸水后海水的白沫，代表和初生真满意的这个应征者，答应去伊公司上班的几率是真低。大家学易经，做人处事可安心，身体健康心安宁，投资求财必得利。做伙学易经，家庭幸福永共心，修行路上可见性。禅宗说卦节目后期账号42274784，号名是方法界基金会。这句话是何姐姐要问开班授课的状况，包括以后得到的结论是招生的状况真无理想，这个课可能会开不成。包括日期是甲午年庚午月己未日，孔孟是主调。何姐姐播到的歌是地有民意，当初老变第三千。何姐姐经营社交软体已经四年了，伊翕的相片受到真济人的欢迎，像啊拢会有人伫下骹留言问伊讲，相片要安怎调出安尼色水，要安怎翕出遮尔好看的相片？
时间一个久，问的人愈来愈多，何小姐就开始伫咧考虑，伊是毋是会当开班来授课？但是叫伊教一个人，伊也是有把握，但是若教几群人，伊惊家己会做袂好。而且如果何小姐真正要开班授课的话，伊不止爱家己找教课的所在，也爱准备上课的内容。让他最大烦恼的事情就是大家报名的状况，只要是想到有那么多事情要处理，何小姐就感觉一粒头两粒大。虽然何小姐在网络顶端都是表现出大胆勇敢乐观积极的态度，但是实际上她是一个保守谨慎的人，因为她刷下来就要出国去佚佗了，所以若是要开课也要等半年了后，因此他才会想要先透过八卦来知影，半年后伊若是开班授课，刚好。先来看细猴的部分，细猴抽头的官贵虽然空蒙，但是有月来生日来福，是往空不空的情形。但是细猴的官贵也甲日子抽未冲，是日冲暗动的状况。官贵主烦忧，代表何小姐准备。开班授课的过程中会碰到一些不如意，既然是要问开班的问题，那这样学生的部分就很重要了，所以这句话会用心来看子孙。应后用心妈妈的子孙淡化心头的官贵，子孙休求无尽，而且应后的子孙会吸细后的官贵，代表招生的状况真不理想，这个课程恐惊是开不起来。总结来讲，细猴抽头的官贵虽然很空蒙，但是往上有金，又过日冲暗动，是往空不空，也是动空不空的情形。官贵有压力、甲麻烦的含义，表示开班授课这件代志，会有何小姐真忧愁。应后用心把握的子孙休求无金，应后吸细猴。子孙缺官贵，代表学生啊报名状况无理想，无建议伊开班授课。这句话是朱太问问因阿嫂破病状况，根据卦象显示，病人的身体状况真无乐观，恐惊会有生命危险啊。卜卦日期是12年壬午月，命主日空亡是辛酉。朱太拨到的卦是地三千当六爻变艮为山。朱太因阿嫂虽然每天拢有在运动，但是伊真爱食甜的物件，只要是食饭的时间，就一定爱配一杯甜的饮料，或者是果汁。几年前，予医生诊断出伊有脂肪肝，爱伊戒掉食伤甜的习惯。安尼才会降低肝硬化的几率，但是伊只要一天无食到甜的物件，就会感觉全身骨拢无爽快，所以常啊拢会偷食。后来厝内面人发现伊最近拢总无胃口，而且体力变甲真歹，目睭也小花黄，亲像是黄疸的现象，就赶紧带伊去看医生。医生确定伊是得到肝硬化，不过肝硬化毋是绝症，只要药物治疗配合饮食来调养，病情也是会当稳定来控制。但是病人就是无法度控制家己的嘴，伊无顾医生的叮咛，也是同款食重油、重咸、甲重甜的食物，结果巴肚严重积水。甚至压迫到肺部和心脏，造成伊喘气困难。医生建议伊过两天就爱来病院抽巴肚的积水，但是病人看到针就惊，坚持无愿意去病院。后来伊不但无啉水，也家己食利尿的物件，想要排掉巴肚的积水，结果病情恶化的速度加紧。伊的手甲脚拢真瘦，但是巴肚煞比有心人搁较大。伊所食入面食物的养分拢互积水甲吸收，
而且伊巴肚顶悬的皮肤嘛拢乌青红肿啊。医生诊断是肝硬化的末期，肝癌初期啊。因为安尼，朱大爷才会想要透过八卦来知影伊的大嫂骨病状况会如何。因为大嫂算是朱太太的兵辈，所以用心咱看兄弟。而且这个卦主要是要问因阿嫂的状况，所以应爻的部分嘛爱特别注意。这个卦内面三爻甲六爻拢是兄弟爻，以动为用，六爻用心有金的兄弟，同化银木的制裁，兄弟无入月来生父，休求无金又搁红光芒。有金的兄弟同化银木的制裁化绝，表示病人的病情真无理想，恐惊会有生命危险啊！应后五岁官鬼林月龄又搁入冲暗动，代表疾病的官鬼旺又搁动，这就表示主太那所的病已经真重啊！健康状况真歹。总结来讲，朱太爷拜到的卦是地三千，当化艮为山，卦化六冲，久边逢冲是四卦，对别人来讲相当不利。应后五岁官鬼临月龄，又搁日冲暗动，官鬼动代表病必动。人后用神有金的兄弟休求无金，又搁落光芒。而且有金绝地的化牛银，用神的兄弟当化绝，表示别人的身体状况无好，建议家属要有心理准备。后来根据朱太的说明，知因大嫂伫今年的四月过身去啊。这句卦是陈小姐要问商品改名的状况。根据卦象的显示，伊想要改名，无适合伊的商品，无法度替伊赚到钱。八卦的日期是辛丑年壬辰月丁卯日，可望是出来。陈小姐拨到的卦是坤月底当六爻变三地波。陈小姐自细汉就真喜欢有泡面的物件，伊每一天下班回伊厝，拢会先将台灯泡开。透过台顶的热度，将垃圾扬起，让垃圾的香味飘散在空气中。当你要休困的时阵，闻到香味，就会感觉特别轻松。之前，伊也有去上做垃圾的课，伊常啊拢会将家己做的垃圾送予身躯边的朋友，朋友拢真欢喜，所以伊就愈做愈有兴趣。前一段时间，有朋友要送礼。也拜托伊帮忙做垃圾，啊，因为安尼，陈小姐决定要做一个属于伊的垃圾的品牌。但是一开始，伫咧替商品核名的时阵，伊无够谨慎，造成商品一推出，并无引起上大的反应，业绩毋是真理想，买的人客毋是伊的朋友，就是因朋友的朋友。后来，陈小姐买真侪商业经营的册来看，才发现替商品号名嘛是一个学问。伊希望商品的名除了爱符合伊品牌的理念，嘛爱有消费者会当记掉的。伊伫咧号名的网络顶端找到一个伊喜欢的名，为着要慎重起见，伊决定要先透过八卦来知影，伊替商品改一个新的名。敢会当得到帮助，互伊赚着钱。首先是细牛，细牛有金的子孙，同化银木的官鬼，代表元神的子孙。虽然旺相，但是有金绝地的化牛银，子孙同化绝。而且有金的子孙不止甲月龄身有合，也甲日子卯有冲。细牛的子孙明动暗动会去生阳神的车财。但是害水的车财休求无金又搁空忙，对想要求趁钱的陈小姐来讲真不利。问投资求财用神爱看车财，五爻用神害水的车财休求无金又搁当个空忙，是真空的经营。不只是安尼，用神的车财也入去月亡，代表改名以后的状况也是真无理想。无法度让他得到财力。
总结来讲，陈小姐播到的歌是《昆仑地当变三地波》，本歌六唱，细后幽金的子孙淡化银幕的歌曲化作，对求财不离，加上五牛用神害水的制裁，休求无金，红可梦又搁一杯梦，代表商品改名，改这个新的名，不是真理想，无法度增加因公司的业绩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实例解剖，希望透过今天的解说，会当让大家更加了解如何透过易经来替家己指引方向，解读疑问，走入易经的世界，了解国外运用，掌握家己的命运，让你拥有幸福健康的人生。感谢你今天的收看，咱下回再见。